大家好今天为了避免说有遗珠之憾上回我们时间结束了，但后续有同好都能还有继续再判别那有的甚至很深入了解说不一样的音色，那我想说继续来做一次，就是一样这个有奖的音色判别那。我们把判别的时间留长一点，让大家可以充裕的时间去判别说这个材质是什么材质，都是一样把多重声波做的规和完整，但是呢，那材质不一样，那我们来判别到底是什么材质，那现在开始，那第一轮我用随意的音。第二轮我们就固定一个小旋律的呢，做比较，这样可能更完整。第二轮呢，我吹个望春风的段落。四把都吹过了，盲测的时间呢？我们今天现在是2月13的9点2月13的9点，现在录好了，那我马上上传，那我们等那个15号一样9点的时候再来上传第二组，就是公开正面的，好，谢谢大家。